我们今天在等蔡医师。没有，他们我们又的朋友过来了。昨天在等谁来？二百，翻译一下，等会儿再来。就是说嘛，我要送点什么？他只是给俺们说的洗澡。昨天我们在那儿笑他们，那个那个什么隔壁电视跑看，昨天在开门就开始把那个电视跑看。 听懂我们几个话嘞？啥子事？听不懂。哎，我跟他说。听得懂。听啥子？你应该听得懂。我说的快，就我都听不懂。哦。说的会说。你说那么快，半声都听不懂，还跟不要说。哦，还跟不要说。你这个听不懂，更不要说。你那个你那么脾气，说慢点儿就听得到。嗯。你的背呢？那他都会说的。哪一天？他又说四川话。哈哈，还说四川话，中国话都。昨天人家不是在那儿说。你要说四川话。 我的被哦，他在那儿，他在睡觉。我的被子，我的被子。哪儿呢？你的被子啊？那个里头。我的被子在床上。我的被被。好像是我们人够了哈。哦。啊，我们人数。哎，好点儿哈。我。你等一下，来。你等一下。是的。你等一下，我这儿装好像是。 在家。哦。在家。喂。哎。你们，你吗？准备回来了。